王力宏先生，欢迎。刚那个钢琴一弹奏的时候，波动的明明就是很多人的心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想跟着你那个。就是因为，我觉得很幸福啊，我们的文化这么。稍作休息，我先回去啊。对 OK， 对，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。谢谢英菲尼迪的朋友们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我不愿意谈到具体的数字，反正我知道具体的，我知道我们全场很多的朋友都是听着力宏的创作，然后变成今天的创作。说写了这么几百首歌，上千首歌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幸福啊，我们的文化这么的丰富，你看我可以做一首故宫啊。他的音乐的创作一直在不断的这个进步着，一直在抬高我们华语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没有数过，或者自己截止到目前为止创作有多少歌曲？完成了一下这个箱子。对，这个盒子。这个我们的Thank you.